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十分有爱心的人，现烤螃蟹这实在是有点太残忍了，真的我的心里很难过，此时此刻我的不争气的眼泪已经从我的嘴里流出来了。说好的今天加入的，为什么只有狗粮？扔了，我要的扔了。咦，老二，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我就这态度咋了？咋了？别叭叭了，再叭叭狗粮都没了。快闭嘴吧你！哎，你们在干嘛？这小黑犯什么错了？把他毛都给他剃光了。哎呀，一点都不留啊，跟个光屁股猴一样。喂喂喂，我是看热闹的，我只是路过呀。别剃我的毛呀，我只是看热闹的。今天去售楼部买房子，我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小区的房子。但是咱丑话先说前面啊，交房的时候如果小区里面没有这么大的猫，那可不行啊，我给差评。不是，就这，这钓一上午了，就钓这两条鱼啊？得得得，我也不偷你的了，你自己留着吃吧啊。丫儿们，有你鸡婶在，没人敢动你们。去你的！路中间是你走的，天天走去，找不准自己什么位置啊！孩子们看到没？这就是气势。刚才是谁欺负我儿子了？给我出来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我看你们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。今天我就把话撂这儿啊！再有下回，我弄死你们！你站住，站住，小兔崽子，别跑！你站住！哎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是你自己眼神不好撞上去了，不关我的事。我住口！就是因为你，给我下去！怎么的，小兔崽子，你也想跟我动手啊？你是不是没挨过打？我今天不揍了你叫爸爸，我是你生的啊啊！好，这是你说的啊，你让我拉开架势，你就准备、哎、叫爸爸吧。我操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朋友看我最近压力很大，就建议我养养鱼，放松放松。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买了两条。我就想问一下子，这是减压吗？这是添堵啊！秀恩爱死得快，下辈子注意啊！你们两个竟然公然做着这种事，有没有考虑过单身狗的感受？嘿，谁在凶人？谁在虐狗？让我弄死他！这是我从小养大的两个义子，我现在是左雄狮，右花虎，我看谁敢惹我！来，我今天就把腿放这儿，有种就过来吃！吃啊！你倒是吃啊！你看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打你呀、啊！你打不着我，打不着我！不让你皮，二彪子。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啊，我今天给你变个魔术，盯紧我这个手指啊，不要眨眼睛。接下来就是见面了。住老大，我跟他们说我家的狗会打篮球，他们都不信。你们自己看，没骗你们吧？不是我吹牛啊，他要不是个子矮的话，他能扣篮。别动啊，让我上去。哎，你坐我屁股上干什么？往前面来一点。真是的，没骑过马。兄弟们，有我指挥，听我口令啊！开这个门，讲究的是一个配合。来，一二三。来来来，慢慢放下，慢慢放下啊！只要我们兄弟齐心，我看哪个主角还能困住我们。常局长又给我打我，你得替我做主啊！他们狗很多，我弄不过，你得帮帮我。我顶不住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来，过来给你哥吃的。哎，你别闹啊，我脾气可不太好。别那么凶嘛，在弄你玩呢。来来来，给你吃的，好吃吧？没吃过吧？啊，不，别急啊，逗你玩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。你个大傻，你又过来，你瞧不脸了你！我操！你慢点，你慢点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一龙，一龙，跟着我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站住，不许走！站住，站住，我站着。你去哪？带上我。怎么让我扒两口啊？啊！这又哎呀，敢跟你二爷动手？你信不信我一只手就能？妈呀，我给你弄点玩的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喝水都用上桶了。不用你管，只要我高兴，我不想怎么喝怎么喝，我爱怎么喝怎么喝。你个死废物，你浑身大黑斑，我去你的！你瘦啊，一个不下咱是老母猪。你这么胖，你过不了十五，你过不了初十。我这老了，眼神都不好使了，6000多度的近视眼、啊。这是不是个耗子？想碰到死耗子吗？来，你出来吧，别藏了，这可是咱哥俩的缘分呐、啊。我真是搞不懂了，这墙都加这么高了，你还是想办法出去，真不怕摔死你啊？那外面有什么值得你这么舍身忘我？我真是纳了闷了啊！你又不上网，大伙儿听我说啊，如果你家的狗也喜欢靠墙角睡的话，赶紧制止它，否则时间长了脑瓜子就不圆了。我去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摩擦起火？我的天哪，还有这种操作？你别碰我，你别碰我，我都给你喝一个，随便玩。养半年了，看看多重了。苗子，你干嘛呢？没事，啥也没干。我看看多重了，才3两。滚滚滚滚滚滚滚，什么东西？依我说啊，养狗就养敲锤狗，它不像你们那些什么宠物狗还挑食，我们这个就不挑食。滚，滚，起开起开，让我吃两口，我赶时间呢。都是些素菜，你最近伙食不行啊你。好了好了，回见啊。
主人，我回来了。我没乱跑，真的。你把棍子放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这棍子太吓人了，咱们把它放下啊，放下。老母猪啊，你可不能怪我啊！由于你上一窝压死了三只，这一窝我只能出此下策了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一切为了孩子。大家看这个牌子，水浸浸浸，伸指指指，微差电网，显和鱼鱼，啥意思啊？